大黑今天结婚，结婚对象是一只法国斗牛犬，但是体型差距太大了，咱们用上秘密工具。首先第一步就是给大黑狗固定好，固定好之后法国斗牛犬才能进行下一步顺利的操作，这是一个特制的铁架子。 OK， 现在已经基本上操作完毕了，接下来就等法国斗牛犬的表现了。法斗大傻赶紧的，还发什么呆，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就等你上前结婚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法斗大傻这会终于回过神来了，原来一切都是为我做的准备啊，赶紧上去闻一闻。哎呀不好，已经松掉了一个环。法斗赶紧的，再不上去你的老婆就要跑走了。法斗终于走了过去，他终于开窍了。小伙子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，这次你再不能顺利拿下他，那就是你的问题了，这么多观众正在等着你精彩表演呢。赶紧的用大绝招，大绝招将他一举拿下。方向错了，方向错了，方向错了。哎呦我的妈！相亲失败。